曾经有一只 OP 的角色摆在远征池，但是你没有抽取。等到他下架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玩游戏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系统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对各位赌粉们说等复刻。如果非要把这只角色加上一个金额，我希望是不用钱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赌王伊森。今天我们要来破解奇策挑战的潮人。本次奇策挑战重点，钟会邓艾最终攻击防御加 20%。然后敌方的弱点，后排只要有人阵亡的时候，同列的前排会受到三倍的伤害。所以想必这次应该很多人会拿太史慈出来射吧，射到对面的马云禄跟花满腿软趴下。那我今天就不要用太史慈，因为想必应该不少人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抽太史慈的专武。今天的队伍介绍会从 CH1 到 CH3 所有的组合，我目前测试下来比较稳，能够轻松打出3亿以上的组合分享给大家。第一组这个是 CH1 的大乔专武，我是拿掉的，虽然我有 okay, 大乔专武我是拿下来的，有穿跟没穿一样。战魂输出，主输出马云禄，弱点突袭大乔长驱，其他的都战役就可以了。辅助角全部点防御，前排被打回怒，没有被打回怒的你可以点鼓舞或者是恭喜都可以，一样全防就好。攻击角突击角跟复吸点输出，前排被打全输出，后排普攻全输出。大乔复吸一样全输出，马云禄 OK, 这个是潜能部分。神兵由于你放上和氏璧会导致对方减员太快，伤害拉不上去，都大概五到七回合就结束了，所以神兵我会刻意去放上骨头。只要是吃怒攻系数的咕噜就很重要，因为会提升下一次怒攻伤害 30%。 停刀就不用讲了，会降低对面的最终减伤跟防御，增加输出上限。包含用怒攻再打伤害的也是不用想，比翼绝对是优先的，因为可以多放一次怒攻，虽然说伤害会降低一点，但是这个在拉伤害也很好用。剩下辅助这两只都无所谓，比翼的话一星就可以了，一星顶天。这个是 CH1 的队伍介绍。接下来是 CH2 队伍，由姜维当主席，但是姜维放在5号位的话会导致对面太快全灭，一样4回合更快，输出比马云禄还要高，所以姜维请把他摆在6号位，不要让他打太快，顺便两只拿长枪的戳一下互戳，
哇，这样伤害会打更高。这个是 CH2 的队伍，换一只而已。基本上这些角色剩下的这四只都是摇摆位。你也可以放郭嘉、孟获，甚至你要放零七都可以，无所谓，这个都是摇摆位。你可以自己去调配属于你自己的输出，去拉一下回合数跟伤害上限。接下来是 CH3 低配版，只要有五星诸葛果加大乔换五，就可以轻松打出三亿以上的伤害。一样，这些都是摇摆位。如果说你今天有抽高顺，有装五的话，号令的加成会让伤害上限拉更高，因为它多 60% 的无视防御跟暴击伤害。全部输出看大乔一个人，啪啪啪啪，好不好？全部看大乔一个人表现。以上就是今天奇策挑战潮人的解说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